现在位于埔里山庄，好，利用清明年假来爬山。那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接近于满月的状态，天气很晴朗。那等一下会从自由登山口上，那今天走路线主要是休巴，那希望可以一切顺利。上次单攻5049就是从这边去桃山登山口，现在要去慈友登山口，所以从这边这条路直接上去。好 ，Go！到 3.5K 三叉营地这边，大概花了1小时50分左右，只有10铺。不过现在我们先直接去往品田山方向走，等回来的时候再看看要不要捡只有。好，走。前几天有下雨，所以现在地上有点湿湿的。现在是大概剩往新达山屋剩1点多公里，可以看到地上有点结冰。现在时间4点，现在在往塔克金溪的路上跟品田山的岔路口。那回来的时候，应该就是从那边回来。那现在。继续往品田山的方向前进，刚过新达山屋，那现在继续往品田山前进，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人起来了。那继续往前，好，现在在品田 V 段，那等一下要下 V 段之后，上到品田山。品田段，
现在快到布秀兰山了，走在这条人线上，右边可以看大小坝，左边可以看整个雪山圈谷。后面就是品田山，气势磅礴，太美了。好，继续往前 ，Go。布秀兰山，刚才不小心走过头，现在再走回来，一定要跟三角点合照一下。布秀兰山，哇，好重哦，举不起来。呀，3438布秀兰山，以雪山为背景。超大片林芝。